哪一个男演员的唇闻起来最有感觉？谢承君、黄少祺。黄少祺。黄少祺和陈冠霖。陈冠霖。陈冠霖和王世贤。陈冠霖。陈冠霖和林正英。陈冠霖。陈冠霖和陈志强。陈冠霖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没有吻过他。就有一种还没有得到但很想得到的感觉。目前闻起来五位男性哪一个感觉比较好？陈冠霖，因为有期待最美。那开床戏的时候最怕遇到哪一种状况？对方口臭，对方身材不好。身材不好。身材不好跟对方起生理反应。身材不好。那身材不好跟对方故意 NG。 身材不好。有谁在你心目中是他不管？陈志强吧。那最怕以下哪种人？背叛人的闺蜜和猪一样队友。像猪一样的队友。猪一样队友跟出柜的老公。像猪一样的队友。猪一样队友跟爱看又爱骂的双鱼。猪一样的队友。猪一样队友跟恶婆婆。猪一样的队友。猪一样的队友跟一直问八卦的媒体。一直问八卦的媒体。I'm sorry。 如果你一首歌唱出你现在的感情状况，那你会选哪一首？吹过红沙高瓦，看日月弯弯。春花几里两地万滩。你自曝一个连经纪人都不知道的小秘密啊！我是男的，我是男的，我是男的。这男呢？这怎么啦？先让我翻个白眼。氧气跟二氧化碳，哪一个比较美？氧气比较美，因为。自然就是美，很难耶，我要找个最长的。小白、小花、小黑、小黄，四只狗为了骨头赛跑，请问哪只狗跑得最用力？是小白。顶多就这样掉不下来。